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常务理事，北京京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艺术教育家李万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5年9月14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李万春先生从1918年7岁登台开始，为京剧事业辛勤工作了68年。青年时代就已负盛名，成名之后又投师杨小楼继续深造，亦是日益精进，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成就了一派宗师的基业。先生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戏剧事业，他把对京剧艺术的改造和京剧事业的发展时刻记在心间，为振兴祖国的京剧事业，为培养京剧事业的人才，为把自己近70年的全部艺术精华留给青年，呕心沥血工作到最后一息。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先生谢世10天之前的一个月内抢拍的珍贵镜头剪辑而成的。让我们怀着虔诚崇敬的心情，将这部残缺的传记片奉献给大家，全作为我们对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艺术教育家李万春先生的纪念和告慰吧。1985年8月8日，受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委托，我们带着摄像机采访了李万春先生。李先生，我们几位都比较喜欢京剧，特别是喜欢看您演的戏。听说您在籍，出身又很贫寒，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好，我们是满族啊，是正黄旗，正黄旗。家里有我爷爷、我父亲，那时候我们是雄县子女，雄县那时候我爷爷是，他不是搞文艺的，不是演员，是外行，卖豆腐。我父亲呢，那时候那我们那个家庭也算是这个，也算赤贫呢。我父亲是乞讨要饭，我母亲是给人家缝缝连连，是那样。我父亲呢，就是在那个雄县，现在雄县说是翻跟头的，还是雄县出的多。我父亲就是在雄县练出来，在平地自己这荒郊野地也练，练有什么庙会啊、野台子戏啊，我父亲就去唱什么四周城啊、白水滩啊，就去连翻带摔挣点钱，就在那儿东赶西赶，日子长着呢，我父亲这个会的就比较多了，舞台的经验也好得多了。就到东北就算搭了班了，搭了班是武行，专门应翻应摔。但是我父亲
嗓子挺好，花脸很好，那嗓子就纯纯嗓子，所以在东北待那个时期啊，上海就给他约了去了，约去在上海不久就列为四立之一嘛。上海有四个立，我父亲叫李永立，号叫少奎，我要四岁多点就练了功了，在上海先是练功，那时候就是我父亲带着我练功，练武的，学文的，学文到不到七岁的时候就上学，在上海，因为小学上学在休息的时候啊，跟他们小同学们踢球啊，我这是摔了花架子上了，摔了一个疤，我父亲就不让我上学了，就专门在家就学习了，但是家里请一个教书的老师，还有教文戏的老师，武的呢完全是我父亲给我练功，那时候我还有个师弟叫蓝月春，我们弟兄俩一块儿很早，虽然是那时候练功啊，跟现在练功不一样了，那是旧社会就讲叫打戏嘛，我父亲对我们俩人监督的太严，打的也特狠，那天我跟谁说的，我说咱们全中国吧，这话说大一点，科班也好，但是学解放之后学校没有打了，那科班私人的教戏的没有我跟我师弟挨打挨得厉害，你都不能这么做呀，就这么样，所以打那就感觉趴在地上打，完了用什么打，马棒啊，就疼的很憨的藤子这么高，马棒是什么呢，就青草骑马不识马鞭，那一套就是马棒，头里还缠点那个拿绳子裹的那个，那叫马棒，打马用的，那打马用的，过去青草都使的是马棒，我说你这绳子没有马棒，拿那个打，趴地去打，完了打手是拿刀劈子打，刀劈打，教文戏我那个老师呢，那打得也够残忍的，老师因为我是老师，我就在他这儿站着眼前走，他这搁一个红木尺挺厚，还一根筷子，然后我手就搁在桌子上，他拿你手当杆就打，不对的，啪啪手就这样，吃饭就拿不了筷子，就拿勺啊，手肿啊，这儿都肿了，完了你这个有吐字用字不行，这个老师叫崔凤鸣啊，可狠了，你这儿使劲这儿来，你不行，你怎么这么笨的，啪啪啪，你再来一拿筷子戳，用筷子戳着这全是破的，你流鼻涕，你咽得慌啊，人中的啊，人中啊，完了你就再唱唱唱什么的不行，你张嘴，把嘴张开了，拿筷子捅进去，和着两根牙肠，你喝茶都烫疼了，吃饭更烫了，因为那个厉害，还不说是拿你脑袋当白使，完了，经常的啊，那是消气呢。你这多残忍呐、啊！我还晕，别的消息没像我们那么厉害。我父亲还看着呢，我父亲老是拿着一个马棒，拿着把刀劈着在后来，就跟往烂一样，这个老是一打，啪马就抽，不管哪就抽。那我们这吊嗓子怎么吊呢？从哪家也没有过，我在上海。我们住的三德里，潮州分山三德里，这上面钉一个钩，拿滑车子、绳子拉在这个腿吊起来，这叫朝天凳，吊在这儿，吊一出中间站，不到两个小时，你说不行啊，不行不行，这我父亲就来了，啪啪，这个挺啊。因为挨打怎么办呢，我母亲疼，我们不就
老是趴着挨打多呀，有时候趴在地，有时候趴在板凳上，这打你刚才我说这不能坐呀，这都烂了。我母亲三岁的棉垫铺捆上，铺捆上，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挨打呀，要不我私下的乐一乐也挨打，一练功也挨打，要挨打了，一要练功了，我母亲给我刨去棉垫之外，还给我捆一边捆一只鞋底子，那鞋底子挺省得皮肉受火。那样子，后来我父亲也门清了，板凳一趴，他一打的声音听得出来呀、啊，有鞋底子跟肉不一样啊。我父亲先拿手一先检查，全就卸下来。那时候不到七岁就上了台了，上了台还不叫我现在这个名字，那是叫客串礼，就是客人的客，串联的那个串，客串礼。客串礼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大人也有叫客串的，什么客串张啊、客串刘啊都有。为什么呢？那所谓那是叫票友啊。他会那个时候本名。本名叫什么呀？本名我本名啊、哎、我本名有小名啊，小名叫长顺、哦、长顺也叫宝华。由于幼年家学渊源又刻苦异常，七岁登台就崭露头角。后来他父亲在上海结识了马连良先生，并且接受马先生的建议，举家迁往北京，加入了滨庆社。北京之后入了滨庆社，参加的滨庆社就是科班。这滨庆社这个负责人是谁呢？叫于振平。来了一看，当时我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姨还有我的妹妹，东西很多由天津。这一下火车，这个滨庆社的老板们呢，还有前台的过去管事的那些个人呢，很便装的都是，那叫经历科呀。过去的经历科很大一部分势力啊，在火车站一看我们，哎呀，这他们就寒了心了。一看是老的老，小的小，你由天津给他们接来这哪行啊？连在三庆头一出就是我跟我师姐蓝玉春的战马超，没想到观众就很捧，很捧，这于老板就高兴了。哎呀，这两个就不叫小怪物了，小神童了。小神童，那是改名叫小神童了。说是战马超，改个名嘛，改名叫什么？叫两将军。现在还有用这个名的，叫两将军了。所以那个戏呢，就算一炮而红。其他还演什么戏？什么珠帘寨呀、辕门斩子啊、捉放曹啊、摸天岭啊、八大锤啊、凤凰山独木关呢、啊？就演这些个戏。我文武一起演嘛。这个我的底子是什么呢？也不是专门演老生，也不是专演武生，名词叫文武老生，有的叫武老生，有的叫文武老生。到了北京之后，他开始向京派归口，博学仲恺，问鼎名家，于振廷、尚小云、马连良、余淑妍等，尤其是又求得了武生泰斗杨小楼先生的亲授，说我做干儿子，杨先喜欢我，到滨庆社广州楼老看我的戏，说是这是可造之才，见了我给他说两句，那就好吧。那个滨庆社的老板于五爷啊，还有尚小云尚先生介绍，就拜杨先生为义父，还就是收了我一个，没收我师弟来月春。杨泉的时候旧社会他嗜好是抽哑鞭，抽哑鞭说我拿烟枪说戏，说这个长坂坡拿哑大烟枪，就给我比划连念呢、啊、每天晚上在那上那去，我那时候每天晚上是四家嘛串门，我父亲带着我，第一家是杨先生家里头，第二个是于淑妍于先生家里头，就是虚生三大贤之一啊，于淑妍也是我义父，
待会儿再说这个。杨先生、于先生家楼、尚雪云尚先生家楼、马先生家楼，就上这几家，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去，问长问短就学习，跟他们学。杨先生说的石出，包括主要是天霸戏跟赵云戏，我说的比较细致、认真，老是那么客客气气的。那杨先生不打人呢，客气极了，善教那样的。除了石出之外，他别的戏他老演呢，我们也去看。好几石出之外，我就不止石出了，也连偷着看呢，漂学吧，也学了不少。所以我忠心到现在，我是最忠心崇拜是杨老，我是最崇拜他。李万春先生视京剧艺术如生命，一辈子看戏、学戏、演戏，实践、积累、创新，在他的一生中塑造了众多神采飞扬、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李老，您在舞台上素有美猴王之称，您是怎样塑造这个猴王的呢？我的猴戏初步演是在冰清社，冰清社就是于大陆的祖宗吧，于振廷。在五月，旧历五月当中啊，英杰的戏嘛，过去旧社会什么月演什么戏嘛，到五月节或者是白蛇传，就是石本惠元和这个戏，还就是冰清社有，我在这石本惠元和每本都有，我角色不同，有那么一本是鄱阳湖，我去猴，恰巧在广德楼演这个戏的时候啊，这个溥仪的叔叔叫载涛，涛飞了，我们都称呼他涛七爷，那算官称吧，普称涛七爷。他看上，哎，他这小家伙演猴演的还挺有意思。为什么他喜欢呢？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名票，他就擅长演这个猴。他演的猴，他就是一出，那时候叫安天会，我解放之后我改名叫闹天宫。涛背了涛切这出猴戏，就跟杨先生一块儿跟谁学的呢？就是我们前辈的前辈叫张麒麟，也叫张长宝，跟他学的猴戏。那时候张长宝是在宫里是演戏，玉戏子，他是很认真的学，就是涛飞了跟杨先生一块儿跟这个张老师学的这中安天会。涛飞了看着我这个鄱阳湖这猴很爱戏，爱戏这个冰清社这个负责的这个于振廷啊，还有尚小云尚先生，尚小云特别喜欢我，天天跟我说戏，也是说什么说杨派，尚小云尚先生最崇拜杨派。尚先生这个差不多嘛，某出戏的动作都是杨派的动作，尤其是汉明妃呀、什么秦良玉啊、战金山呢、他都是杨派东西。所以呢，尚先生跟于五爷，那个称呼于五爷，于振廷就给我带到涛飞了那儿学这出安天会。到那就也没拜师，也没什么举行，也没什么仪式，一说这哪年哪月我就忘了。涛飞了住在山老胡同，那很大，那名字叫涛王府，他前头那房子就那很大很大，后头还有戏台，而且他还有戏箱，还养活了多人，是那时候叫太监吧，宫女吧，男男女女有百十多人，就在那养活着。哎呀，反正涛飞了那家里头那挺讲究啊，他每次学习呀、有好几个人去，每次完了就在他那吃饭，他那吃饭还有一个圆桌呀，他由这个吃住啊，这碟子碗都是有样的，就当吃黄的，
那全是黄德万树无疆，碗那是连筷子都是黄的，菜尽是黄的，最好是麻豆腐，我们爱吃牛窝头片，反正这一碗都是黄的，那咱们吃绿的，全是绿的吃住了，全是绿东西啊，黑的是什么黑的，哎，那可讲究了。吃饭他单摆一桌一盘桃，他问他，你看啊，我来了你看看啊，他就圆桌，我他就上椅子了，他拿着桃他就这么比划，先擦看，就是那时候就讲就是猴学文，不是人在学猴，观众看戏去，比方说看谁谁看他的猴戏去，看我表演是猴，但是我画上扮上是猴，我要上台演猴，到了台上让观众要看是猴在学人，他一切的猴的生活都是在学人，这就包括咱们艺术的价值。你完全台上描写猴子快快眼儿了，咧咧嘴了，你拿那个子了，那这个猴就小了，主要要树立这个猴，要演成了猴王，美猴王，甚至于演成了大猴。完了一台上一有的那个没看见过老前辈那青年同志们演的一涮腰啊，台上呀，那失掉咱们艺术的价值了，那就是不是艺术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那时候很讲究啊，尤其这个教我这猴子念词儿，那么像跟其他的武生戏不一样，有时吃顿快，哎噔噔噔噔，有时噔噔噔，有时尖，有时低沉，有时候缓，这性格是这样的，这猴有时候慢，看东西你也逗一下，是这样的，不是无故的，就是拿着凉棚打，看远看近看人，这都有讲啊。后辈呢就上椅子拿着个桃就表演这个猴学人的动作，当然里头也包括咱们京剧艺术，还得配上音乐呢，这动作里头还得跟这个音乐要旗鼓相当，锣鼓相应，旗鼓相当啊，要都在点儿上，不是空中干吃桃，不是，就突出这个生活的表情表演，对这个猴啃这个头一口一长恩，倒是跟花果山不一样，因为它花果山什么水果都有啊，哎嗯，吃的可口，就跟着就啃。啃连啃就该抓着就来了，当啃这个桃当时用牙功了，用嘴皮子，这么连啃带表情，在罗经里头都要配合，连啃着啃来啃去，连啃着在喷着在吐着，这个桃皮不断弄完了，不让观众看见，嗯，能，对，我看过，哎，很有神采。对，两位，这个表演的吃桃啊，我抛弃后背的演表演完了，你来，我这上桌子表演那不行啊，那相差太远了，完了不行怎么办呢？回家，我们家的后头住那屋子有个镜子，大镜子。我父亲就是给我预备的是一个桌子，也是买的桃练练，我父亲就看着我练，说那点抛鞋怎么那点东西就告诉我，就说这实在不行怎么办，我家里还买了个猴，我家养活了个猴，锁着它就在树那锁着，就是给它东西吃，就看它的动作，学它这个动作。后来怎么就不吃桃了呢？桃是季节的关系，第一个是季节关系，有时候不好买了，有时候不好买了。二一样呢，有时候买的是软桃，一吃软桃桃水洗不下去，尤其这猴穿的是浅黄色的东西，这桃水就不好洗，我问你，
这怎么办？陶艺还不好买，二来是当服装。后来我就跟陶杯子商量，我说我改吃苹果，但是盘子上面摆的还是桃，吃的时候吃苹果，苹果那个季节倒是好买呀、啊。所以我的改为吃的苹果，就这么啃。所以这个吃这光吃，学这个吃桃啊，就学习了13个月，就一年零一个月。就学这蓝天会啊，光是吃桃子练呢，练吧，一年零一个月就练这个，很下功夫。三种勾法，一个叫一口钟，就杨天郝郝振基、郑法祥都是勾这个。先郑法祥是戴头套，后来就取消了。一个叫一口钟，一个叫倒栽桃，跟个红心似的。啊，一个叫仿葫芦，也是这么样的，勾下来这一块红的就这样了。哎，还有的还勾白皮头的，那个我就没有。那陶杯子说你这个脸型勾倒栽桃合适，勾就是这个了。倒栽桃。我自己怎么改呢？我这也有点关系，因为我会画画有关系。就论色来的，你深的浅呢、啊，阴的阳啊，把它我就拿手完全是手搓，比方这红的为主啊。嗯，两个眼睛是要紧，这挨着红的是白的，白的我现在不完全是白，有那个鸡色的，但是红的就泡出去，显得肉，显得这个那猴脸那么肉。这个就是棕色的，结合着白，完了这最后是黑色的，完了这重一点，显得多腮。这鼻子鼻窝是这么画，这叫如意。如意，这叫如意鼻窝。眼睛，眼睛要大眼睛，立眉一点，这是属于鹰眼。口讲究是鸡腿龙身鹰眼睛，他一瞪眼也挺吓人的。这也跟您长期观察猴。哎，就是观察猴，在舞台上也用得着。你平常老用，也不行。他分什么？分什么时候？还有他的走路、呆着，你像杨小楼、杨先生、陶杯子一样，都是大个儿。他往桌上往椅子上一蹲，也很小，高高大大。郑法祥郑先生也是大个儿的，郝振基好像也大个儿。他往那一蹲呢，就很小，就像猴。这闹天宫，还有其他以后的猴戏也是一样的。跟这个天地天象开打，他这个表情有关系，表情关系。第一个，这猴对于天兵天将以轻视藐视，第三个是重视，
第四一个，在重视当中，个人要显示，这四个跟那四个不一样。心是鸟是重视显示。比方你见什么青龙白虎啊，有的跟青龙白虎打的很火爆，跟二郎倒没什么了，是吧？跟那小兵小将打的挺花哨，你跟那个天兵天将那大那朱元帅的那个杨二郎啊，他是带兵的，倒没有什么。你见着杨二郎，你这就要重视了，什么巨人啊，尤其领罗大师，青是鸟是小孩，你斗急了我，哎，我显示显示，跟他跟小孩打是，我连戏弄带玩儿，我就把你对付了。说猴的开打里头也有戏，我那时候不老跟大家讲嘛，这京剧的戏呀、啊，是三个字，戏戏戏。第一个戏是演戏的戏，我本身是演员，演员干什么？是演戏。文武都不管。第二个戏字院长出一个田字，戏剧的戏，戏剧的戏跟什么连接又差别了，就跟咱们艺术两个字一样，艺是艺，术是术，艺是包括技巧也是为艺术服务，这艺术那就广泛了，文字在表演的人物表演的内心的一切的手眼身步法呀，这都在数字里头。这数字你要掌握不好，跟这个戏字不结合，这末一个字是还是演戏的戏，就是个好演员。这要结合不好，你不理解，不够一个好唱戏的。在我画的画虽如此，但是我也差得远了。这戏文我也接不上，数文也接不上，我还在摸索，还在探讨。第一个戏是演戏的戏，哎，第二是戏制的戏，戏制的戏，第三还是演戏的，还是演戏的，哎，你是好演员的，过去讲这是好唱戏，好演戏的，说你这个数字跟这个第二个戏字不结合好了，这个难。你看武术也好，魔术也好，医术也好，数字多，尤其是京剧的艺术，那是最深刻、最难。最难的讲就是过去讲这个手眼身法步，是吧？哎，还是武功四法。我先说是手眼身法步，我改了手眼身法步。我说步字不应当各默一个，法是什么？法法法呀，方法方法，我把它搁法字搁着末一个，手眼身步法，法是个总则，对，你把步字搁末一个，你就不好解释了，废话了。李老师，您是著名的活关公，您能给我们讲讲您这个如何塑造这个关羽？这关公也像，也是观众看得起我，这赠我这么一个美名吧，活关公。但是我演关公也很早，关公过去在旧社会道上登过，中国那时候说戏班啊，不是唯一界，有八个关公。八个关公是哪些位呢？第一位就是我们关公的鼻祖啊，是三麻子，老三麻子，他叫王洪寿。三麻子还有个小三麻子，还有林树森，有陈永荣，有夏月润，有周信芳，有这个唐运生，擂台上有李鸿春，有我。可是这些个人那时候旧社会的报啊，就有小名，都有外号啊。但是我也有个外号，叫什么的？八个关公当中叫小老爷，叫小老爷，倒没有其他。是的，我听他说演老爷戏都要演之前都要洗个澡。哎呀，连我也一样。
那时候后台啊有那个佛堂雇的祖师爷武昌爷，完了像好些个兵器啊不能动的，比如张飞使那丈八丈八蛇矛、青龙刀、二郎刀，什么七节鞭、灵官鞭，那好些个不能动，都在那供着，上面挂着黄的钱粮纸条似的，都挂着那个，那供着祖师爷，每天单有人负责给祖师爷点蜡烧香，不断的香，不断的香，唱老爷戏，平常唱什么古城会什么，必须先沐浴，沐浴到了后台就凡人不理了，闲话就了，爱开玩笑的玩笑也没了，严肃的厉害，严肃厉害，那意思到后台我就是官上人了，我就是官人了，是那样。到化成妆之后，那时候有一个印的那个叫老爷马儿，印的带彩色的，这么供着呢。我扮好了妆，我要上台了，烧一支香，把这老爷马或者裹在盔头里头，在肋上，或者是掖在怀里头，盖着，那意思我就是关公了。是个纸的，纸的印的，这个纸的，现在没比较。这戏唱完了下来还不卸妆，把这老爷马拿出来，拿着老爷马把脸都揉揉，那也是我还是我了啊，是吧，相对这个关公，哎，照片就要把老爷送走了，好像领队了我这眼睛了，就那意思，但连走麦城更厉害了，连走麦城是关老爷升天呢，关羽升天呢，就吃三天素，在家里的三天素，三天沐浴，吃三天素，那到后台更严肃了，那凡人不理啊，说严走麦城，后来有的不演了，为什么说严走麦城倒霉？所以那是关羽，那路了，还有一个。风波亭那时候还有演的有不演的，岳飞，这两个圣人嘛，一个南圣人一个北圣人嘛，所以对于圣人不能悲惨的事情不能让观众看，但是有的还不在乎，所以现在不讲究了，现在不讲答案了。还有呢，要说化妆不用什么戏，我们化妆了走到上场楼还没出来，后台我们都那样，心里把我当做是谁呀？是谁呀？把我台上别破，把我台上别破。上场之前啊，就在边那个边幕那台帘啊，还没上呢，在后台心里先是谁呀？把我别出错，把我多多好。就这个迷信全这样。还不是我。老先生更厉害。说您家那个关公那个脸谱呢，您的改革？关公脸谱我改了。关公啊是分两种，一个叫洪生，一个叫洪进。洪生与洪进，这个洪进，刚才你不问他是两门报吗？这关公现在演这个戏呀、不是两门报，演老生的也可以演，演武生的也可以演。甚至演小生的也可以演，演就是关羽的，别说长得够，那条件形象够，他就可以演。所以呢，我采这个路这个办法呢，我就演的是洪生，但是到台上到那舞的地方或者不闭眼呢、到时候有时候正脸不是这么闭捋衣服的，要是正脸武生的人生有的演的过去也是一样，这个关羽和关羽也有一定的演这个关羽，有的关羽演的为了讨好演的太火，演的太火不哆嗦，好不下来没完，那就失掉了关羽的身份。你像亮的下唱唱飞唱拳，有唱什么唱飞
说了算、嗯、啊好玩了是你说这是艺术吗、嗯、就要这不是艺术说您在好像您上次总讲那个他的然后他在做的那做的和你事儿多我看了您上面我那个脸呢、嗯、我是按红生过去也有红生红净过去谁是红生呢郭仲恒王瑶卿王凤卿王凤卿王慧芬他们是红生红生怎么办他们过去没有红油彩现在化妆的什么鸡色的没那个还没发展那个都是碗胭脂膏红他们就是拿碗胭脂这么干抹完了抹膏红这叫红生红净是拿膏红拿油和了勾红亮红亮的我一感觉就是红净不红净我不管这脸型太犟太厚影响表演也像偶像而且我这个人呢所以我这画画有好处呢连这个猴脸在这个关于脸呢我就采取这个柔清楚我勾关羽啊我先抹点浅红完了这儿还是像武生一样重红主要是两道眉这叫两道弯这叫卧蚕眉丹凤眼卧蚕眉丹凤眼丹凤眼就这儿一个应当老爷勾脸是勾七个痦子七个点儿我也得免了我就勾两个你勾七个点儿好像是麻子似的你多难看是不是我就改成两个点儿一个和一个一会儿要紧是眼睛眼窝要大到时候一闭这样一睁眼表现力强哎就显得带着胡子呢我们叫两口两口有多少种戴法成龙成天戴的有意思戴的是三绺三绺扎哦三绺扎扎就是张飞戴的戴着黑胡子这脚还得有口下边还有一扎了那叫黑扎他戴的是三绺扎三绺扎这一派嘛还有戴五绺的黑山啊三绺吗五绺他这一绺这两绺这还两绺它是五柳长髯嘛可是不好用也挺别致这个没新开没新开我们唱呢就在三柳三柳我的要求过去老先生没告诉我我的跟关羽同场的演员带着这个髯口不能比他长也不能跟他并齐为什么要突出他的美髯公的出处他的美髯公是皇上爱甚爱美髯公也这也说了美髯公曹操就送过他一个青纱囊嘛拿铁丝做那青纱罩上就会保护他的胡子他的胡子有季节大概是一个季节掉三根他本人爱护就不得了他这胡子所以台上演关羽戏有时拿着胡子你耍胡子玩那都不合适他爱还爱得过来呢因为还有个关羽就李髯口跟其他女胡子不一样别看咱们口花脸是这个关羽里就手关羽是佛手玉兰指又像佛祖又像颐和园里竖着大玉兰他就这样一这么人家再一抓就不像他不是英雄好是不是他就不同表演就和你完全不同学虎也有啊有这个关羽拿着青龙刀或者唐马马烫的你拿青龙刀跟那个曹将开打呢有时候表演有时候过火像周仓的对像周仓的有的吧有的是
叫好啊，不叫好我没完这个没有艺术价值。是，李老师，我看过您的古城会，其中有一段吧，您没有任何宾白，可是呢观众却一再的叫好，那一段呢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呢是怎么那叫这个关羽的心？那就是也是有所改动，比方有时候念白，比方是关羽跟蔡阳两人对战之后，张飞助他三通战鼓到二通战鼓，他没办法了，他就要斩了，按老子上唱呢，关羽上去念，蔡阳来得厉害，再若来时拖到地上他，这句话我就不念了，就是不念了，这个念等于说书似的，太呆板，太有点成熟啊。我就是这么着着急上，后头但是效果要配好了，后头这个蔡阳带着兵得杀杀，还吹这个号筒，这很紧张，逼得很紧，噌噌噌噌的。这点脸冲后台一看，关羽这得要突出他的背后戏，这一看他肩膀往后退，往前台退，就这么一声呼，狠了，没办法了，我开杀戒了，就是这么一句杀杀这个开打呀。我跟曾祥他们跟任何团排戏我都讲究，比方几个兵过河雕一个雕俩，八道子靴现在都是虚的，八道靴都奔我的枪，都得破过河，要突出美的，不是拿了大刀就砍河，身上一点不美，这武术的武功的美看不出来，非得这还得带着帅劲儿，就这个。那一段那个就是切用拖刀一杀他那个，哎，就是不要这是改的说书的，哎，头文完了，杀完蔡阳，别人没有。我在别处没得好，忘了是香港是哪儿啊？现在忽然得了个满堂的两个好啊，就杀完了蔡阳，蔡阳一个人僵尸倒在那儿了。马童上，我跟马童亮个相，一这来相，长这一亮，长这张飞在上头。傻了，哎呀，把蔡阳给杀了，他们不是里应外合呀，我错怪了二哥了，他是这种心情。杀完了苍，这个没话，就是内在的表，这苍，哎呀，他也放了心了。我看三弟还有什么话说，这苍，捋捋胡子，看看胡子爱吗，沾沾汗，苍飞，这锣鼓要阴沉了，是苍飞，等他一别刀，他这一推狼口，这锣鼓加重，苍飞，呸，这是苍，天看见老蔡阳这么大岁数让我给斩了，在曹营相处好几年，我没办法，不得不斩你。我不斩你，你没把我得杀了，我三弟这关系过不去，说这点难过了。他们再看这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们说哎呀，苍，当年这点有好。那您一句，所以这个台上歌好，不见得非得拉长腔哆嗦，这讨好，这不是真正艺术，是不是？为了讨好而讨好，那失掉咱们艺术价值，说是在内在人物的表演啊，还有这个
见刘备，过去是古筝会带训弟，这训弟这个训字没有了，过去老的训弟张飞赔罪去了，关羽看他了，张飞跪在那会儿，关羽坐个椅子坐在台口上，一通知训，这家长姿态浓厚，张飞跪那会儿那挺可爱一个人物，把这张飞人物给糟蹋的什么样。二过三弟来了，你来得好，唱站起来，听兄道来，搀起来，我诉诉我这咱们离别的徐州之战这几年我的环境过程。张飞就那听着，完了说，张飞越听越明白，越听明白，张飞哭，刘备在他门外头哭，他这就不是训了，一训地那就不合适了，没有义气了，没有义气了，你说是不是？您完了是二哥，我要回到家乡去了。哎，大哥，哎呀，二弟呀、啊，先不念，晚不念，念在桃园驿，他在陈楼之上，就不念桃园驿，什么这个？大哥，你也跪下，为兄得你三个人一块跪，跪下了，这叫大团圆。完了有四句昆的曲子，老的是什么呢？大哥哥家住在大树楼桑。二哥哥家住在蒲州县梁，三兄弟家住在涿州范阳，论英雄居住是汉家栋梁。我说这哥仨到大团圆了还去什么家乡呢？桃园三结义可以，年龄岁数家乡还习惯着干什么呢？现在我就改成了两句了，跪下了唱宴桃园，为汉家，英雄赤胆，忠心赤胆，论英雄居都是汉家的奇男。宴桃园为国家忠心，赤胆论英雄，一块搀着起来，居都是汉家的奇男。三个人来个造型，唐，这后头又是我创始的。唐，刘备在这儿，关羽中间，张飞在那儿，把大队添了三个安，三拜，把大队的观众很受欢迎。把大队，唐，崔，唐，崔，唐，崔，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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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欢喜啊！越过桥。Thank you.
是活武松，你是怎么把这个武松这个人物演活的呢？哎呀，看这武松，我老举例子，武松是五十回，他是十个武松，但是武松是一个，他的事情故事的时段不一样，他的遭遇环境事情的发生不一样。首先白武松表演是什么人物，水火当中做比例，林冲、武松、石秀、燕青，这都属于短打武生，但是林冲比他们高一点，有点靠背武生。林冲算武老生，你像这武松、林冲、武松、石秀、燕青，这属于撇子短打武生，撇短打武生。但你把林冲抛开，林武松、石秀、燕青要演成一个短打武生，那就没有人物了。这个武松他是粗中有细而有义气，就是他是寒牙带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头一条英雄好汉武松，特别仁义，特别是有感情，并不是有点什么事儿，有在台上表演什么醉打蒋门神的快活林啊、狮子楼啊、武松打虎，全仗着酒给他助力呢。我演不是以酒助力，要突出他的本身的本事与他的性格，我们是这么演。原是借酒来打人杀人，白骨松这个人物就有点削弱了，也不是仗着他都有武松。哎，尤其武松的面白又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唱这个他也唱武松，这个带着这个跟着他不是都头吗，带着一个人叫土兵，我改了有名儿。一个狮子楼带这个土兵有名，一个狮子坡发配那两个借差都有名。这个名，这土兵叫什么？叫周天。你在后台叫搭架子，周天大英，哎，这个。所以刚才我说嘛，这周天大英路，那就这声音就不像武松了，这非得亮，你胸宽得亮。见到何九叔也好，见到哥哥也好，他也完全重人物重表演，表演尤其是武松身上。说您那打虎那酒馆那一场的表演，那是百看不厌的。你看那一场就是两个人喝酒，为什么喝酒要多好？对，马上拿起来，你喝一点，你喝好我喝，小酒杯。一壶一碗，三碗不过岗吗？嗯，喝，就有点滋味，一喝，好酒，哎，还在臭皮箱，还在臭闷子，果然不差，好酒满上。为什么让他满上呢？他的攒着他的存储，并不是到这儿来摆架子摆派头，他不是那种思想，不是攒，他那倒酒，攒，用行路嘛，哎，封神。就是说您这个喝酒在舞台上就很多好，哎，喝酒也好，喝酒也好，猴喝酒也有好。